事发总有个原因，干话总爱听。大家好，我是 Simon，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小小书城》第六季《那些人去哪了》。本季非常非常好看，应该是我看过整体实力水平最高的一届，个人觉得跟第一季可以平起平坐，甚至有机会超越。不只可以来看小朋友卖萌，还有真底子的那种。不过听说第七季更猛，但我还没看，也不知道。在这剑气乱舞的第六季，华山论剑，你没爆个气万个劫，弄个仙人模式，海选能不能过都不知道。多次可以看到评审们找不到明显错误，只能鸡蛋里面挑骨头，甚至这还出现了原本要宣布淘汰谁，但真的太难决定了再回头继续讨论的情况。当然实力普通的孩子也有，而这些孩子也是很识时务的下了舞台，把战场留给各种阴灵仙将。而好笑的是，小小厨神第六季堪称是儿童版的奇迹世代，成人版第九季堪称是厨神系列刮胡不仅限于美国版夸胡完了的基纽特战队，这两季刚好又是前后播出的。小小厨神2018年5月，成人版第九季同年9月，两者在厨艺跟年纪上的差距犹如玛利亚纳海沟跟圣母峰，放在一起播放更为讽刺。可能儿童版的五强都可以去第九季拿冠军了，而这季的孩子也基本上全是小天使，每一个都又讨喜又可爱。基本上到了十强以后，每个选手都有一票死忠的粉丝，不管是谁被淘汰，观众都会哭得撕心裂肺。好的，那么今天就让 Simon 带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可爱的小天使吧。好的，第一位 Quanny， 一个运气很好的小黑。虽然第六季是神仙打架，选手全程走钢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可以直接买机票了，但小黑真的被他躲过太多次了。事实上我一开始是蛮看好他的，因为家里开烘焙坊，甜点方面肯定可以拿出不错的成绩。另外他还会自己烤饼干去球场卖，赚了100块美金会分给卖命工作的弟弟1块美金。不仅展现超龄的创业精神，还明白太多金钱会让人失去精神寄托，因此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把弟弟的薪水给省下来。海选也没让大家失望，用一口碧海蓝天的杯子蛋糕说服甜点女神顺利获得围裙参加比赛。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小黑就真的只会做杯子蛋糕啊，还不是会做甜点哦，因为他做水果塔跟糖浆也失败，唯一一次拿到最优也是用杯子蛋糕，太神奇了。只会投直球的叫茂野乌郎，只会投三分球的叫绿间真太郎，只会抓小动物的那叫桃太郎，但你不能只会杯子蛋糕就来当塞郎啊。就连评审都说希望能看到甜点以外的东西，小黑整季下来一共有4次垫底，估计要不是小游戏或团赛有赢，不然应该会更多次。前期表现是真的烂，还出现连续2集都垫底但却没被淘汰的情况，直到第13集才开始做闲事，这也是小黑为数不多表现不错的时刻。而这次出彩的表现直接把小黑送进了总决赛，哎，这是我第六季为数不多让我觉得有点无言的地方。这么讲好了，小黑后期的表现的确有拉起来，团赛带队稳定，不止甜食，连咸食也开始崭露头角。但比他表现好但被淘汰的人其实大有人在，由于小黑出场的次数不多，一出场要嘛垫底要嘛杯子蛋糕，而其他人几乎从头到尾没什么失误，就会给人一种严重的实力落差。小黑的实力放到别季应该可以前三，但在这神仙打架第六季可以说是完全打不出输出，其他人都加9满装神器全满，小黑充其量每个月2000的小氪玩家，在总决赛实力落差更是一目了然，其他两个人几乎都是零死角的完美发挥。要不是为了节目效果硬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不然小黑决赛真的是被摁在地上来回摩擦。虽然端出完美烹饪的炸鲶鱼，把没人要吃的东西升华成上得了台面的佳肴，但在自己拿手的甜点环节就真的惨太多了，不止面团碎掉女神来帮，烤出来派皮其中一个还碎掉没脱模，最惨的是他竟然把这份没脱模的给救。哇操，你给 Golden 或者女神都比较好啊，这两个明显对小朋友好多了，偏偏给救，真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其实有看这季的观众一定都感觉得出来，就算小黑实力算是后起之秀，但整体实力跟其他人还是有点落差。至于你说我喜不喜欢小黑呢，事实上我还蛮喜欢他的个性的，毕竟人家小游戏也是玩得很认真，被保送也是比赛规则，发挥好的时候也刚好很关键，发挥不好的时候也刚好有人垫背，人家也是很认真比赛，也是照着游戏规则走，前期运气好后期实力有拉起来，至少看到他做出除了杯子蛋糕以外的佳肴我还是很感动的。那么这位很有生意头脑小弟现在在做些什么呢？创办 Quanny's Baked Goods， 专卖各式各样的饼干，在足球场上贩卖，继续当冠老板，受邀 Wonderama 节目采访，除了烘焙也热爱足球，有个 YouTube 频道但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上面的影片是分享烘焙技术或是生活记录，当然少不了的依旧是那招牌的，你以为是笑容吗？不是杯子蛋糕，你干脆跟杯子蛋糕结婚算了。好的，下一位 Ariana， 这次念得不错吧，就都会叫她阿里安娜，四个音节太长我舌头会打结，我们就叫她安娜吧。一名来自白俄罗斯的超级小女孩，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餐厅担任见习厨师，由于厨神当道是给业余厨师的比赛，因此选手不能有过在餐厅任职的条件，但小小厨神应该没有这个限制，毕竟也没人会想到这么小就在当厨师，也算是某种灰色地带。本季最大最大的遗珠，实力坚强到可怕，就算在这神人满街跑的第六季，整季看完我依然觉得她是最有冠军相的选手。单人赛就不说了，安娜实力非常前，
段班基本上都是做二忘一，口味完美跟摆盘满分都只是安娜的日常几操五六。安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季的团队赛，安娜担任蓝队队长，迅速有条理的分配完工作，就连队友都给了赞。比赛开始虽然一路展现让人惊讶的领导能力，不仅教小小队友和善又有脑，还早早就发现太早煎芦笋提早抢救，但要控制一群8到13岁又没经验的小孩真的太难了，场面一度濒临失控。就在我以为 Golden 要拉出来整队的时候，安娜率先出声，通通给我过来，不然就俄罗斯普通拳伺候。整顿完毕后， Golden 只问一句，安娜你知道你在干嘛吗？只见安娜自信的点点头。不说小小出声，就连成人版也几乎是场场都会被整队拉出来干，但这里 Golden 却只问了一句话，之后评审也没再插手，安娜队伍也运作流畅，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看得出来评审对于安娜能力的肯定，最后也不负众望的赢了比赛。当然第四季阿拉蕾也带得很好，但第四季人少相对来说好控制。安娜这场比赛是本季第一场团赛，还一口气要带9个小朋友，等于是自己没经验，而且跟自己一样没经验的还有9个，能让评审不出手，还让 Golden 从头到尾只问一句话，想见这姑娘能力有多强。由于安娜实力真的太强了，感觉根本就是团赛外挂。第八集团赛就发生一件超级爆笑的事情，不晓得怎样，全队拼命的跟松饼犯冲，一直弄不好，逼不得已只能安娜出手，一出手立刻成功，全队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干嘛干嘛？一块松饼而已，是一筹入魂还是家里小狗生小猫了吗？这么开心干啥啊？那么团赛无敌，单人赛碾压的安娜，最后又是怎样被淘汰的呢？其实安娜有2次差点被淘汰，第9集双人接力赛，这集安娜真的是被害惨。整个拼盘安娜完全没出错，几乎都是这个小胖的锅，虽然不严重，但在第6集这小小失误就足够有理由淘汰你了。而这也是安娜第一次垫底，但完全不是她的问题，安娜真的无辜。好在差距实在太小，评审再三决议后决定全员通过。但接下来的比赛就没这么好运了，隔一集的比赛是做意大利蛋饺，这东西超级难做，常常有人翻车。安娜问题也不大，就只是饼皮稍微厚了一点，跟这个帮饺打补丁的问题比起来小多了。这也是头一次因为个人表现不佳而垫底，其他人也因为各种原因加入了淘汰列车。由于上一场全员 safe， 因此这次是4个挑3个淘汰，也就是这时安娜被淘汰了。当下我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安娜前期表现这么好，这次问题也这么小，就这么淘汰真的行吗？而且过关的是一个表现没太亮眼的小弟。平常因为要写文案的关系，我会稍微先看一下名次，好让自己知道要把注意力放在谁身上。但这次我故意没看名次，想不被爆雷的看完完整一季，因此安娜的淘汰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因为安娜最后的名次其实只有第10名而已，是本季最大最大的遗珠之憾。由于安娜一直以来都很讨喜，实力也很强，收获了许多粉丝的心，因此被淘汰时不少人纷纷表示退坑。一直以来我都是用看了名次以后的上帝视角看厨神，但这次我是真真确确的感受到自己心爱的选手被淘汰的心情，真的是心如刀割的痛啊。甚至会觉得小黑的决赛资格应该是安娜的才对，个人觉得安娜进决赛会比较有竞争力，当然啦，这只是个人的想法。毕竟安娜的实力没冠亚也有个前5，在第10名滑铁卢除了可惜还是可惜。比赛结束以后，安娜做了不少事情，和老爸开设了一间慈善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募筹超过50万美元的资金了。这些善款通常被用来帮助一些病患、退伍军人以及残疾人士，不仅人美的不像话，心地更是善良。和法国知名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烹饪团队一起进行培训，并为美国购物中心的 Radisson Blue 餐厅开发儿童菜单，曾被明尼苏达州商业杂志选为2018年女性领导奖获奖者。果然有实力人是不会被埋没的。网站上也有贩卖围裙，安娜自己当 model， 我还不买爆。也有提供私厨服务，受邀参加许多节目的访谈。IG 上也时常分享烹饪跟生活点滴，还有几张跟其他小厨们私底下的模样。生日是8月8号，父亲节，身高5尺4，大概164公分，害怕上台讲话跟水。最喜欢的厨师是 Golden， 比赛中最喜欢的环节是婚礼团队赛，喜欢狗大于猫。这些在他 IG 的 QA 都有写，所以不会有 FBI 相关的问题。我觉得以安娜的颜值，真的可以直接出道当名模了。人美心地又善良，厨艺顶尖，未来全方面女神预定不是太大的问题。本季 Simon 最爱的一个小朋友。好的，下一位 Mikey， 一个长得很像我大学学妹的小可爱，跟 Joe 还有 C 三一样，都以自己意大利的血统为荣的 boy， 喜欢把 Polo 衫的领子立起来，本届4强。其实原本因为篇幅的关系是没有要介绍他的，但后来想想有点可惜，还是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吧。个人觉得 Mikey 运气不太好，事实上他是很有实力的，美感更是1等1的强。这应该是我看过摆盘最好看的炸鸡，不过尽管好吃又漂亮，却拿不到前3，因为本届怪物真的太多，就算表现精湛也很难旗开得胜。全程陪跑，基本上整季也就拿过2次最优，一次做 Golden 女儿的汉堡，下一集团赛当队长。不得不说 Mikey 带队蛮让我惊讶就是了，虽然这季选手实力坚强，但却少有会让你觉得团赛有办法带队的选手，感觉都是单干强势的那种。这场团赛 Mikey 其实选人选的非常奇葩，本季前期强者基本有几个，包括等等要介绍冠军 Benny、 俄罗斯普通拳安娜，还有一对姐妹花。而对手蓝队里面竟然有安娜跟姐妹花，哇靠，你到底怎么
么选人的啊？比赛开始 ，Mikey 的队伍风波不断，但头脑算是非常清楚，立刻调动了几个选手的岗位。这算是小小出身少数会做轮调的队长，但由于实力悬殊，还是输了比赛。Mikey 尽管气馁，还是把队友拉起来做精神喊话，胜败乃家常便饭，对手赢了只是运气好。好啦，后面那句是我自己加的。不过这场比赛其实很神奇，因为蓝队的队长基本没干嘛就赢了比赛，所以我说选人真的很重要啊，兄弟。至于第二场优胜，就要好好讲一下了。这场比赛很有趣，是场淘汰赛，但最赢那个人可以获得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万煞气逼人万。当我拿起刀，就是在捍卫兄弟。E锐气线条 E 没有很可以，但你惹不起之土豪金围裙。唯一效果可以直接让一名选手略过一场比赛，直升四强，夸虎十取后绑定。你知道吗？还好是 Mikey 拿到这围裙，因为这小子的戏真的是很多，又爆笑又拽又可爱，还坐礼车配香槟，应该找不到比他效果更好的金围裙人选了，完美发挥金围裙的装逼能力。不过有点可惜，在下一场的高强度比赛中早到淘汰，到了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出局，也真的是尽了洪荒之力了。至于这个拽拽小帅现在在干些什么呢？赛后受邀了 Jens TV Show 节目采访，制作圣诞甜甜圈。除了下厨以外， Mikey 非常热爱运动，篮球还拿了一个奖牌，足球冲浪也都有在接触，身材非常结实，小小年纪就有二头肌，如果可以稳定抽高，未来发展肯定相当多元。好的，最后 Benny 本届冠军，她是女的，别再怀疑了。因为本季的海选蛮特别的，是男女分开比，从24个里面砍半挑12个选手， Benny 就是女生组。头发剪那么短的原因是参加游泳队，头发短比较方便，在特别编中还有墨西哥头造型，为了参加赎身当道还顺便退了泳队。 Benny 是个男子力爆棚女生，跟我的前同事们一样，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被女同事们的臂力惊呆了，女生竟然可以一口气搬起四张椅子，还脸不红气不喘的，害我后来都不太敢惹他们啊。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Benny 是一个强到不行的选手，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如果把小小出身所有冠军拉在一起弄一集 All Star， Benny 应该会是冠亚。虽然本届的厨艺都蛮强，但分布大概长这样，12名以后是一个等级，这群人比较没有竞争力，但实力还是有。12到第6名是中游阶段，当然安娜例外，她运气比较差。6名以前是其他季的前三，但 Benny 的实力是非常破格的。如果说成人版第7季 DJ 的情况是全场哥布林就 DJ 一个人当哥杀，实力悬殊一目了然，但今天情况不一样，是全场都高手，还没什么人意外被淘汰，还能展现超群实力，就等于是已经在自由班了，还是自由班的第一名，不是能力的天花板，而是天花板上的壁垒针。这样说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直接把战绩摊开来给大家看。先说神秘箱，也就是每集的第一场比赛，本季一共5次神秘箱，拿了4次前三。再来说压力赛， Benny 参加了6次压力赛，4次优胜，小游戏一共参加2场，2场全赢，而且一次垫底都没有。哇靠，神仙来凑什么热闹啊，除了恶心以外，估计也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了，而且人家才9岁。 Benny 非常有脑，非常聪明，甚至还出现过评审从未见过的料理方式，知道时间不够，所以一开始就用解构式料理，这个方法其实很常出现，但通常都是做烂了然后把食材分开摆的补救方式。成人版第8季的 Jeff 就做过，然后被 Golden 炮轰说不要再用解构来掩盖自己的失误，但 Benny 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做，不是为了补救而出的下下策，这种稳定性在同年凌晨还蛮少见，好几次 Benny 的评语都高的夸张，就连吹毛求疵的总决赛都一样。虽然 Benny 本身实力就很超群，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Benny 菜色的复杂度也越来越高。总决赛 Benny 开胃菜的规矩不仅用腌制还用烟熏，同时使用两种做法增加菜色深度，是全场最复杂的菜色。虽然成品很像鲑鱼亲子冻，但很漂亮，评审也给了极高的评价。主菜走了一步险棋，用自己从未烹饪过的牛小排，效果同样拔群，三个评审抢着要打包，连骨头都要，那得多好吃才行啊。如果你觉得前菜跟主菜已经很强了，那你真的太小看 Benny 的实力了。 Benny 总决赛端出的是解构式苹果派，用解构式单纯是因为好看啊，也是蛮老实的，我就直接转述女神的评语，这道甜点没有一个元素是不完美的。 Golden 更是直接清盘拿起来舔，哎，你这什么表情啊，这是所有厨师梦寐以求的反应，跟暴衣是同等级的，你知道吗？而且是三个评审全部清盘，太扯了，我从未在小小厨神看过三个评审同时清盘的，能让一个评审清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三个同时哎。最后拿了冠军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Benny 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个基本功打得很扎实的小小厨师，而建立在这扎实基本功之上的是不断的苦练，虽然他没说，但肯定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并且在强大的基本功之上建立属于自己的美食领域，不甘于平凡，勇于踏出舒适圈，勇于挑战新事物，展现一次又一次超越年龄的超群能力，也一次次惊艳了评审们挑剔的味蕾。强烈建议观众去看一下这季，你们肯定能在 Benny 小小的身躯中看到无限的潜能。那么这位小 Benny 现在在干嘛呢？现在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网站，但基本没讲什么，就是自我介绍。2019年回去担任小小厨神夏令营的特别来宾，同年受邀 Pickle and Ben 节目制作冠军赛的烟熏鲑鱼，并上 Kitchen Chat 节目访谈，然后围巾干爹又出现啦。如果不知道围巾厨具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厨神当到每一季的赞助商，那 logo 总是会猝不及防的猛然出现。与 Element 的行政
郑叔叔 Neil Sterentic 合作，会在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 制作特殊菜肴，在厨师之路持续精进。看 IG Benny 的头发似乎有慢慢留长的趋势，有另外一种可爱的气质。往下看，还有一张墨西干造型的照片，是个相当多变而且可爱的孩子啊！女神是真的很疼 Benny 哎。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下集将会更精彩，有小小厨神唯一一次的姐妹花同时参赛，再请观众们敬请期待。我是 Simon，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